我刚才看到滑到一个第五的影片，然后那个影片是大象师跟慈善家这边互照，一个喷他，一个照他。现在正在别人家吃别人的便当看直播，干去混吃混喝的哦。这招那个是我研发出来的，但是好像就又被改掉，很麻烦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偷偷改掉我那个研发的招式，真的是，不然这招真的超好用哎！传送过来一吸啪嗒，然后再推哦，晕到爆。蜡像师哎，才在刚讲蜡像师就遇到蜡像师。哦，为什么他的有加强是不是？他喷到怎么不是？对啊，怎么不是那种？对啊，怎么不是那种？就是。我记得喷到一下是累积7%7点吧，哇，他直接上升上去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累积的好怪啊？跟公务员府的时候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好神奇啊、哦！哎，真是的！帮不到。干嘛？哈！哇塞！啊，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封的吗？我来帮忙挡的怎么样？热辣，现在喷热辣了是不是？差一点点，来呀、啊！哼，你会不会太天真了、啊？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是在那边啊？靠腰啊啊！等一下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啊，完了！我看错了，他们在那里啦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以为他们开大门哦，哦哟。对啊，这个累积的变快了、欸。传送的吧？啊？没有啊，不是传送，那你切什么？你切什么，大哥？啊？With the